只要你在任何公众场合见到我了，你想拍我你就别喊我，你喊我你就把手机放下，你喊我只是为了拍我一下，我就觉得特别不好，因为我觉得我在你眼里就是个工具人。下面我们就把工具人刘玉宁的回眸一笑百媚生一次性看个够，下次见到他就要做到喊人不拍照，拍照不喊人。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，干嘛？宁哥。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，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。喊我干嘛？有病啊？脑子不好啊？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。哦，过生日是吗？生日快乐。你关注一下摩登兄弟刘宇宁这个人吧， cool。